我喜欢你。我知道啊。你喜欢我吗？不知道。你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你总是那么一本正经。你知不知道我刚认识你的时候真的不习惯，但是我回到长安我才发现，看别人都索然无味，天天想着你，夜夜梦着你，我连读书射箭喝酒我心都揪着，我都在想着你每天是怎么骂我的。哎，你怎么把我说的像母夜叉一样啊？我那你说的我又打又骂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。我发誓我再不骗你了。还要发誓以后绝对不可以这么鲁莽，一个人跑去海盗窝。为了你，别说海盗窝了，龙潭虎穴我也会毫不犹豫的去。不要，你为我受一次伤就足够了，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可受不了。我答应你，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学习变得更强，这样子我就再也不会受伤了，你也就再也不会为我担心了。你好好休息吧。你去哪儿？刺绣啊。哦，我手都这样了，我都受伤了。你不是说一个香囊不够，还想再要一个吗？看来被我给弄坏了。怎么骗我自己也好感动啊。陈府已经把这个婚书卖给了我，我今天就是来接你的。从来没听说过婚书还可以买卖。但是本将军说能卖就能卖。将军位高权重，但也要尊重大唐律法。你还挺懂大唐律啊。民女懂得自己并不是任人交易的货物，民女也懂得就算是权贵违反了大唐律也要受到应有处罚。嗯，教训我。来人，把傅娘子请回府上，我要向他好好讨教一下大唐律。你是？你放开我！住手！放开我！楚墨，谁都不许碰他。盛楚墨，我父亲让底下的人让着你，是因为看在你姐夫是韩王的面子上，别太得寸进尺了啊！你要敢碰他，我揍死你！看来你在长安还没被我打够啊！有胆你就试一试，比一盘，你就比。行，要是你赢了，我以后就不再烦他了，而且我把这个婚书也送给你。来啊！不行，陆将军如果乘人之危欺负一个伤患，传出去了怕是不好听吧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你放心好了，我陆琪从不打落水狗，下次殿前比武，我们俩再一决高下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楚墨，美人，等我赢了他之后，我再来找你。别理他。真的要去殿前比武啊？嗯。那你打得过吗？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你也不能让他赢啊。可是我不想让你为我冒险。那你愿意为我冒险吗？ 我愿意。你把眼睛闭上。为什么？你都愿意为我冒险了还怕把眼睛闭上？
我就知道你信不过。都走了都不给人家占点便宜的。你要去哪儿啊？野罗店。继续，不怕吃苦，不怕，不后悔，绝不后悔。为了女人，是为了唯一的心爱的女人。好，你小子最近训练跟疯了一样，我真担心啊，还没跟那个陆琪比试，你小子就把小命给训没了。哼，哎，别看了，我那些手下都被你打怕了，哼，都躲起来了。舅舅，哎呀，少啰嗦，该教你的不该教你的我都教了，赶紧走，以后不许再来了。舅舅这么辛苦教我，怎么舍得我就这么走了呢？哟，今天这么大的雨，居然出太阳了。啊，你小子惦记起你舅舅了。我这徒弟出山了吗？你做师傅的怎么不得给点东西啊？什么兵器啊、法宝啊、兵书之类的。哼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临走前，肯定打我的主意。哎呀，你真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哼，来看看有什么宝贝。来，哇！这本好像棋谱，换兵书行不行？你小子真不懂假不懂啊！玲珑棋谱可比兵书强多了，多少人为他打破了头啊！哼，你要不识货，来来来来，还给我！我说我说，我走。小心点儿。